请在今日下午一时，让我们一起将声呼求神。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，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。启示录八章四节，创天造地，厚赐百物的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你适时的供应，使我们在生活上一无所缺。虽然我们不用好像昔日的以色列人，要用牛羊作为供物，用火献给你为馨香的祭，但我们可以献上诚心的祈祷、感恩和赞美的歌声、时间和才能，当作馨香的祭、口唇的祭和生命的活祭呈献给你，求你悦纳。奉主名求，阿门。